一直盯着他看。你要把猫咪吓跑了。摸，轻轻摸。轻轻摸。Dance for me, easy tiger, easy. Let your hair down. Come closer, let me see all your million faces. 大家好，我们是接待双 Q， 我是大 K 中岳，还有 Mini Q Henry， 还有阿妈，还有 Michelle， 耶、yeah, ！我们今天大阵仗，欠钱。哇，你怎么有欠钱？我们今天都变古代人了。哎、欸，真的，回到古代了。我们今天来拍中式写真，对，只有这一本像港式的，对不对？是港式的那个龙凤褂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鹿儿。对，记得我们哎、欸，前年嘞，两年前了。哇，那时候 QQ 还没出生啊，肚子才七个月八个月嘛。八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就来这边拍孕妇写真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次啊，就一样都是鹿儿舒曼摄影师帮我们拍摄。我们真的很喜欢他拍的风格，可以记录小朋友不同时期的面貌，也蛮好的。像他现在就长高 啊, 啊，然后脸型又不一样啊，什么的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龙凤褂也很好看，是那个玉玺龙凤褂。嗯，对。然后中岳身上的衣服也是玉玺，整套都是，连裤子都是。然后我们这次也有配合的造型师，也叫轩轩，一样熟悉的团队来拍摄这样子。那我们这次呢是要来拍 Mini Q 的两岁写真跟亲子写真。对。对，我们刚好一家三口纪念一下。然后就真的还不错。对啊，好期待。等一下，就第一次叫你妈妈，记得吗？好帅哦，有点像，像日本那个黑道。像黑道吗？哇！好好好，手下去一点，下去一点。不痒的手腕。蓝馒头，小馒头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来微笑的，微笑的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把妹把妹的那种。你这样把不到妹啦。把到了。想想，想象一下，想想，想想，微微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快把到，快把到，他走过来，好帅哦！全部是老婆啊，老婆没反应是不是？嗯，哎，他觉得老婆很正，有没有？嗯，啊，如果正是十分，他几分？十一分，十一分，哎呦，很快哦，好开心，行行行，懂生存。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done, matter no more.
好，怎么会是妞妈？她常常这样，她也叫我妞妈。那么喜欢妞妈哦。好，我们第一套拍完了，对，龙凤褂拍完了，我们等一下换下一套造型。然后我们刚刚这个特别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风格，叫做工笔画的风格，对，要拍的要加钱的，对，因为这个要后置会很修图要修得很费工的，调色要调得很重，到时候大家可以看成果，应该很赞，对，好，那你就赶快去换衣服吧。好 ，OK。只能选一个，你要哪一个？弟弟还妹妹？弟妹妹，不行，这么贪心哦，妈妈爸爸受不了。很像华航的空姐。Come closer, dance for me. Easy tiger, easy, let your hair down. 妈妈，妈妈嘞？我爱你哟。他是不是想睡觉了？对，直接先打一圈了。天天，你不会说自摸？打牌啊，可以打牌，你喜不喜欢打牌 QQ？ 有 QQ 啊 QQ 啊，谢谢苏曼，觉得这第二次拍怎么样？比较累，对不对？我感触很深的，因为就两年前是两个人，然后现在两年后就变三个人，而且 QQ 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起鸡皮疙瘩，就很感动啦。可是他现在很皮耶，然后我觉得两岁到三岁都是很皮的时候，大概上幼稚园之后就比较好沟通一点了。所以如果有要拍亲子写真的家长们，可以在小朋友差不多要上幼稚园的时候来拍，比较好哄，比较省时。今天 QQ 到后面都是不要不要不要，就是完全不听话，对，就是幼儿叛逆期。对对啊，谢谢苏曼，好期待照片哦，谢谢。
完了。啊，好累啊、哦！哇，拍一整天，我们拍了两套。我觉得这次拍照的经验比较特别，因为是拍不同的感觉。这次连道具都很用心，拍摄过程也都很欢乐这样。对，虽然有一个人已经快没电了。第二套我是穿旗袍，嗯，然后我的旗袍是在那个七颗梨穿旗袍跟他们租借的，对，啊，也是跟鹿儿这边有配合的厂商这样。终于跟 Tutu 的是自备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次除了就是有在七颗梨穿旗袍借以外，还有刚才前面讲到那个玉玺龙凤褂，我觉得他们那家也不错。像上次我们去试穿的时候啊，就那家店的氛围都很好，然后都有独立的包厢让你可以试穿衣服，然后有很多套这样子。对，他还会一一介绍每一个等级的不一样，对，然后像看你要挑哪一个款式。对，就觉得他整个过程都还不错，然后到今天拍摄的过程也都很快乐。苏曼超会拍的，对，这种他很会指导，而且我有被鼓励到的感觉。对，哦，很帅很帅，然后就会拍得很也很有自信，而且苏曼也准备超多道具，他也会这次拍摄去买麻将啊那些的，真的很用心。还有各种复古的道具，什么相机啊、打字机那种，他都有。就是即便在棚内拍，但是也不单调这样。然后又有很多变化，其实他这边很多景纸超多种颜色的，然后又有很多的道具，这样就觉得真的很棒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拍，不管是拍孕妇写真啊、亲子写真，还有全家福啊、婚纱、婚纱都可以来鹿儿来拍这样子。然后他们这家是在板桥，你就比较近的都可以来找他们拍这样。停车蛮好停的，附近路边停车蛮多位置的。我们上次来也很好停啊。对啊，这条路其实还不错停。对对对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也会把他们的资讯放在底下说明栏。对。